我在蛋仔煎烤。十五号考生正在用手机，监考老师尽快处理。OK， 我来了。考场上竟然敢用手机，太嚣张了，太不把我当回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违反了考生规守则，你什么也没干，电脑已经检测到了你的行为。我刚打开手机，什么也没抽，我愿意交出手机，请让你留下。好吧，那就再原谅你一次吧。因监考未处罚作弊学生，记警告一次。我又被警告了，我求你们了，能不能快一点，能不能自觉一点，我不想再被警告了。要考试已提前交卷，请尽快批改试卷。 OK， 一局巅峰赛最多可以几人组队？四个。对，擂台赛一共有多少人参赛？12个。对，这个是对的。完了，我怎么画错了？这个是错的，完了，这块改错了。这里是四，大家引以为笑，这个是老师批改错误。东东穿着黄色裤衩，错。鸡块妹 JK 妹又名鸡腿妹，错。一看你就不知道前期鸡块妹是无敌的。圆圆子的染色皮肤有黄色，对。恭喜，监考已经完成顺利。OK， 处理你在后面。